你要尊重招委的权利，你不能任意剥夺招委依法的职权。程序上不需要，也没有必要。正式质询还没开始，民进党立委紧抓程序问题，跟台上招委蒋万安隔空战。看看前五分钟，民进党团干事长郑运鹏早先来回咬耳朵，超前部署，为蒋万安、陈时中第二轮大战打前阵。不需要借让的机会见缝插针，然后剥夺招委的权利。然后用一个程序的方式要来决议。蒋万安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句句展现招委架势硬起来。紧接着重头戏登场，茶厂的这半年都有一点停顿，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。好，对，没有错。如果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你没有办法去实地茶厂符合这样的标准作业流程，那你还要定月一号开放吗？有这么急迫吗？要破坏这样子过去安全标准的作业流程吗？上一回连四问，犀利质询，让卫福部长陈时中频频答非所问。蒋万安这次也聚焦美猪议题，使出全力。在一月一号开放前，但是疫情会不会去查厂？那可能要看看这疫情里面相关的。保留最后一分钟时间，我请陈理事长来简单表达一下看法。查询还不够，还请出专家加强力道。蒋万安、陈时中一场交手，第二回合蓝绿各自有招。记者陈文贤、陈伟、SN 小组台北采访报道。